余文乐携妻客美食，来拜山里奔回家。这间贵三三一人汽车的豪宅里头住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嘿丢，就是那个笑最大声的六叔余文乐。时间拉回到27号晚上8点钟左右，这余文乐跟老婆王唐云修着朋友在台北大客日本料理。 在这边特此感谢热情读者的爆料，让狗仔哥哥拔腿奔跑。可惜赶到现场时，六叔都抽完一波烟，准备拦车赶回家当奶爸啦。下车地点蹦丢，六叔走进家门的事实千真万确，老婆可以放100颗心了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。OK OK， 爱子心切的部分我们认真懂，放老婆刷脱自由飞，重启的部分我们也明白。还不少余文乐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头衔，娱乐动新闻，那就幸好丈夫认证成功喽。报道，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快更好。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